当我生病时，今天怎么没上班啊？我有点不舒服。啊？哎呦，好像是有点发烧了。走，我现在带你去医院。我不想去医院。那行，我去帮你拿点药吧。啊、哦。啊，给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啊、哦，好，知道了。王月。啊？你起来一下。干嘛呀？我用毛巾给你擦一下身体，降降温。你给我擦不太方便。那你自己擦一下，你擦完记得敷一下额头啊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二姐，你干嘛呀？你多盖点被子，把汗捂出来之后病就好了。哦，行，谢谢二姐。王月，啊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那你起来一下。干嘛呀？大姐给你炖了鸡汤了，你快起来喝一下。哦。啊，你呀、啊，现在身体虚，要喝点鸡汤补一补。啊啊好。王月。哎，甜甜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生病了，买了点水果给你。哦，就是感冒发烧，也没那么夸张。现在好点了没？嗯，好多了。多吃点水果，补充点维 C。嗯，知道了。你要不要吃个橘子？嗯，吃。我给你包一下。嗯。